尽量摆高的，龙边摆低的。虽然龙这么长，不没了，我这里家具里面就尽量摆高的在这边，让它虎高过龙。外龙长于虎，比虎长，内虎高过龙，所以这两户我还是这样。那个张方比，你发到我大陆手机这里，你发到另外一只手机，你刚刚最早发给我那里好了。所以说。外边的我会吸货低的话，肯定哦，肯定要选低肩，你不要选西肩，西肩的话龙争外龙就争断，外局大于内局。你就算选这一间，你门开在这里，你让门开在这里，让龙过来这里，龙比较长，虎比较短，但是你外龙断，外局就弱了，还是不好。选低肩，外虎虽然断，是对就可以减少小人，减少是非。但是虽然伤到你了，我们就是内虎把它补一下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会选这一间。那 A、B 两户的话，他们门一定是往外这边开，往这边开的话，他们的这边就是虎边了，这边是龙边，从这边看出来嘛，左手龙边。那就是选 A 间的这一间，它的龙就比较长。好，这是大佬的选择。好，那这个同学应该是听得清楚了哈，因为大佬很多里面只有四户或六户的，我们就要考虑以电梯跟安全梯当成走道，电梯也要当成走道，就是断掉的。电梯在龙边那。龙边走到电梯，龙边就断掉；电梯在虎边走到电梯就断掉。那个安全梯也算，所以龙边跟虎边是以电梯跟安全梯起算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刚刚是讲四户，哦，比如说也有可能是六户的，也有可能了哈，就比较大的啊。比如说我们就以四户来讲，这里是电梯跟安全梯，这里电梯啊，这一户、两户、三户、四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电梯安全梯这四户，A、B、C、D，这边就是断了啊，这边也断嘛，这边就下面了。所以以 A 户来讲的话，A 户来讲的话，他门这样子开往外看的话，他这边是龙边，这边虎边，这里断到这里，电梯也断，楼梯也断。那 B 呢？B 呢？它龙这边断掉了，电梯这里也断，龙断。好，我们就以西来讲，西的话，它门这样往外看嘛，这边叫龙边，所以龙边到这里断掉，然后这边要延伸过去也断掉，所以内龙断，外龙这里也断，没了，所以它龙边就到这里就断了。那第一呢，龙边是比如说门开在这里。门开在龙边是一直延伸到这里，龙边延伸到这里。虎边呢，门开在这里，只有这里，到这里就断掉了，到这里也断掉了，因为这里是电梯间。所以我们不能选龙断的，好，不能选龙断的，好，我们只能选虎断的。但是虎断，我们赶快内局要补虎，因为龙跟虎肯定是龙要大过于虎。龙过要强过于虎，所以不能选龙断的。那、啊、龙大过于虎，最好虎也要有对称。但是真的没办法，只有四户没办法，宁可选虎断，内局再布局虎，让它高一点，平衡一下，只能这样子，因为没得选择啊、哦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。
同学刚刚有传了他画的图了哈，他画的图是旁边是，他是601，601，然后他的旁边是电梯，电梯旁边是安全门，电梯是对称的，我看一下电梯是对称，两边是电梯啦，两边是电梯，两边是电梯。他对面是另外一户，对面是另外一户，他门有打开，门打开是对到另外一间，哦，看，稍微看一下，他这个图画这样子，有时候还是很难看的，对。哦，602，那我知道了。602旁边还有个电梯。602旁边有个电梯，电梯是对电梯的。好，以他这个图来看的话，他这一户的话，门往外开的话，就是对到602。他那边的话，以他这边来看的话，他这个同学的话，如果看群组有看到这一张图的话，他平面图的话，他龙边是断掉的，那虎两，边到电梯也断了，左边是那个配电虎箱。边到电梯也断了。那他这一户的话，他龙边断了。那对我们这个同学来讲的话，他基本上他的对外的事业会受到影响，对外的事业会受到影响。然后以他这个图的话，门出来门对门的话，门对门的话，基本上是小事了哈。他有刚刚又传了那个他对到602的门哈，我们同学可以看这个群组哈。的那个图片，哦，手机上看群组的图片，哦。那对到602的话，门对门的话就比较简单，可以在门的后面，我们这一户他自己这一户门的后面挂个五帝钱，挂个五帝钱就可以改善，哦。倒是他这个比较严重的是他这个。龙边是整个断掉的，好，龙边断掉的话，它可以在它的住户门进去的门那边，或者龙边沿着龙边的墙壁，哦，那边放比较高的一些柜子可以做改善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哦，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哈，因为这会影响他对外的事业贵人，那会变成说在做事业上会比较没有那么。贵人运，或者比较没有冲劲，或者是在事业上会觉得好像是没办法很顺的样子，好像有阻力啊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哦，这个是这一户最明显的，像因为龙边整个断掉了，啊，龙边就断掉了啊，哦，这老个师，龙我们就边以平面图来看比较是快，可以开啊，平面图可来以看比看较到。快。那至于他跟对面那一户是门对门，嗯。哦，啊，他是传到那个微信的群组，我们有同学问说，哈，哎，没有看到图，是他是传到那个微信的那个，好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把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用1分钟把它下载下来到那个我们 LINE 的群组给各位看哈，大家稍微等一下。
好的，我刚刚把这个图片有下载下来哈，他画的平面图下载下来哈，在那个我们唯一那个 LINE 的群组哈，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同学他是我们大陆的温州的学生啊，所以他传到微信的群组，我们微信另外有一个群组，因为有些是新加坡的同学，或者是香港的同学，或大陆的同学，我们都微信另外成立一个群组。那我们大陆这个同学是把他的图传到微信去了，那当然 LINE 没有看到啊。现在 LINE 的群组有看到的，他平面图有看到的哈、哦。那平面图他是6014啦，那对面是6024。那6014他往外看的话，他人站在604601的外面，他往外看就看到602。那看到602的话，那左手边就是龙边，龙边就是墙壁啦，那龙边就断掉，龙断。那他跟602是门对门，所以门对门比较好解决哦，就在他自己601的门后挂个五帝钱，开光的五帝钱就可以化解了。那比较严重的是他龙边整个断掉了，所以他的事业，他的对外的一些工作事业，甚至于财运，都会比较没有贵人帮助，或者会比较受限，比较受限哦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外面是电梯间，是公共空间，它没办法摆设其他东西，所以它可能可以处理的就是在家里的越靠近龙边，家里的越靠近龙边哦的地方哦。那我把它这个图把它画到我们的白板上面来给各位看哈。哦我让各位知道说他这个应该怎么处理。好，这是他的图。好的，好，这是602、哦、然后602门是开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来这个图呢，好，这个图我们稍微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哦，这里是电梯，这里是电梯，这个也是电梯。那601是这里。好，那它这个房子就这样子，他门对门刚刚有讲可以在他的门后挂五帝钱就可以改善。然后因为他这边龙是断掉，因为他往外看的话，往外看这边是左手边，他龙就整个断掉。那虎边呢，虎边到电梯这里，这里是公共空间 的位置、哦、他就这一户、哦、所以他也许里面是这样子、哦、这是他的也说不定。那他龙边断掉对他是很不利的，所以他可能在他里面，他里面的格局，他尽量靠龙边里面格局，尽量靠龙的这边的墙壁这边放比较高一点的柜子，高的柜子，哦，高的柜子，让他龙虽然断，但是龙呢，他家里的摆设龙边高过虎边，所以虎边尽量不要摆高的东西，因为他虎边比龙边长很多啦。他门就开在这样子啊，他门就整个开这样子，那虎边这么长，龙边整个全断，所以里面屋内龙边尽量放高柜子，比较高的尽量放在龙边，能挪到龙边尽量挪。当然摆设有些没办法摆柜子的，不要就没办法摆，有办法放柜子的地方，龙边有办法放柜子的地方就摆在龙边，虎边尽量放低的东西，至少龙高过虎能弥补一些，他这个只能弥补这样子的。好，好，那至于外面、哦、外面有对到、哦、他有我们有传图过去、哦、外面、哦、如果有那个旁边有那安全梯的话，往向下的楼梯、哦、安全门安全梯往向下的楼梯的话、哦、因为他旁边距离电梯旁边还有个电梯，
电梯之后才楼梯，所以它没有直接就直接下去，所以影响不大的啦，影响不大。这个照片有哦，我们照片也有传到 LINE 跟微信的群组，照片有传到 LINE 跟微信的群组，它有个向下的楼梯哦，那个梯离他的住户还有一段距离的话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因为它的旁边是电梯，我们看这个我们白板这里，它旁边是电梯，所以离那个安全地还有一段距离，那影响不大的啊，因为它的公共空间还很阔哦，没有太大问题。所以反而比较严重的是它这个龙边整个断掉，它想办法挪一下，挪一下啊。那真的如果没办法把柜子、安全门哦，安全门的话，基本上开着要比较好，让气流通啊，让气流通。我同学有在问哈，我们这位同学安全门的话让它开着。没有什么问题，哦，它重点就是里面的话，如果说高的柜子有办法摆就摆，如果里面真的连高的柜子没有位置摆在龙边，那只能说在龙边的这边墙壁，龙边的这边墙壁靠近门的附近，靠近门的附近这边的墙壁挂个罗盘，挂个大罗盘，大概8寸以上的大罗盘，然后开关吊在这龙边的墙壁，吊高一点。当成高一点的龙来做，因为罗盘上面有24山，有18个天干，有8个天干，有12个地支，有364爻，有先后天八卦，那些图腾都是有作用的，可以化煞的。我们如果有学过奇门遁甲，都知道有形。就有所谓的气，有图腾，我们讲图腾啊，就有气。所以罗盘上面有很多图腾，有很多形状的，那个都是有气。把它开光了之后，它就可以当成化煞的，就吊在门边这里。那如果有高柜子可以倚的话，就不必吊罗盘。哦，好，这个同学因为他是正好在上课途中才传过来的，好，我没办法马上把它弄到我们的电脑上面，所以我只能传到手机跟各位来分享。好，消防栓，有同学在问，消防栓如果是自己家的室内，家里的室内不太可能会有消防栓吧？应该是电器箱，室内家里的室内可能会有变电箱，有没有变电箱？或者？刚刚有同学在问，家里室内也有可能有消防栓，好，可能那个应该是比较大的豪宅了哈，比较大的豪宅才会有家里会有消防栓，不然的话，消防栓一般是公共空间的啊，豪宅。那消防栓跟变电箱在住宅内都以凶论，那我们又不可能把它。